चंदन ने मोंबोन जागुरया लावसा अनजालो ओ गंगालो दुद ने ननदा ननदार चनेय दोंगों जोंजोस जोंनि दिए दग्रो लावम द नलर बिर दन मार यम दनोरज द जोगुर लाव ज दरजया

的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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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了啊！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嗯，发誓成佛，嗯。 大家要发心，我一定要成佛，一定要成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嗯。然后就为了成佛啊，就今天听法，然后就是好好修心，嗯。成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嗯。这样子发菩提心，嗯。啊，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继续讲课啊。 这个，嗯、呃，今天的课就接着这个，上次的这个课，嗯、呃，继续讲。嗯、呃呃，那这个上次呢，嗯，讲了什么呢？就讲这个一切这个啊、呃、法，也就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嗯，就是不是。 啊，这个造五珠，啊，呃，不是上敌啊，呃，更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时间的归身，啊，都不是。嗯，<coughs> 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啊。那居士论等大乘的佛法里面呢、啊，啊，不是说这个万事万物就是夜里照干，啊，夜里的显现吗？ 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创造者啊，是不是这个业力呢？嗯，跟业力啊，当然有关系。嗯，但是呢，业是什么呢？业也,也就是我们的心啊，呃，造出来的。如果没有心，就不会有业，善业、恶业啊都不会有。所以最终啊，这个创造者就是这个我们的精神，嗯，就是我们的心才是。 真正的这个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才能呵呵创造啊出呃这样子的世界。嗯，除了我们的内心以外，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创造出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嗯，呃，都不可能的。嗯，这是呵呵我们的心创造出来的。嗯。 这个世界、嗯、并不是上帝精心设计啊，然后创造，呃，也不是其他的，就是我们的内心。嗯，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嗯，呃，这个的重要性我们上次讲过了啊。我们、嗯、在学这个中观的时候呢，虽然是呃观察了很多很多的外在的这些呃无知，嗯。 呃，五云，啊，是二除，是八节。嗯，尤其是这个十二除和十八节，这里面呢，嗯，就包含了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啊。有为法和无为法当中呢，就是包含了这个世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素质啊，也就是说。 这个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实物啊，啊、呃，就是所有的所知啊，所知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用词，嗯，所知的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广啊，除了所知以外就没有任何东西了，嗯，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东西啊不包括在这个所知当中，嗯。 所知是什么意思呢？嗯，就是包括这个物质啊、精神啊，还有物质和精神的这个运动啊。凡是我们的心啊能够知道的，嗯，能够感觉到的啊，这所有的有为呀、啊、无为呀、啊、轮回呀、啊、涅槃呐、啊、佛呀、啊、众生啊、嗯、善恶等所有的这些啊东西，都叫做这个所知，嗯。 所折的范围是非常广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比所指还广的啊、呃、范围，嗯，所值就已经这个涵盖了这个呃所有的东西了啊、呃，这个叫做所指，嗯，这是所指，那么所指就是我们的心创造的啊，呃，心创造了这个所值，嗯，啊、呃，心创造了所指。嗯呃 新创造了这个一切，啊，啊、呃，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嗯，呃、这是大乘佛法啊，尤其是秘法啊，还有这个大圆满啊，这些里面都讲这个，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啊课题，嗯，因为窍诀派啊，他们就不会去啊，这个世界不会去分得这么复杂啊。 就是像十二除十八节，它不会分的这么复杂，嗯，巧诀牌啊，它不会分这么复杂，嗯，它讲的很简单，他把这个十节，啊、十二除也好、十八节也好，这所有的数值就归纳为，嗯，一种精神的一种现象，也就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现象，嗯，他把所有归纳为这个一个问题上，嗯，然后呢，最终就是要解决这个。 啊，要要证悟这个精神，最后就是去看这个精神是什么。嗯，证悟了啊，精神，内心的本性，性的本性证悟了以后呢，实际上啊，万事万物的本性，嗯，也就证悟了啊，再不需要去啊观察啊更多的东西了，这是他们的窍诀啊。所以那、这个啊。呃 大圆满呢，嗯，打收音呢，啊，还有密法里面都讲这个，这第一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啊、呃，要知道这个时间，呃，可以分十八界、十二处，更多的都可以分，嗯，呃、这是可以分，嗯，但是归纳的话就可以归纳，啊，就归纳为一个这个，啊，就是什么，就是精神的现象、内心的现象，嗯，它是性创造出来的，啊。 上次我们讲的是这个，嗯，这个要反复的去思维啊，打组，啊、呃，这个我们上次讲的呢，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理论呢、啊，这是一个修法，嗯，修法就是这个呃，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出座与入座，这个之前之后的修法都是一样的，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呃，正心的这个修法是就是这个修法啊，静下来了以后呢，去思考。 那、啊、这个这个世界，到底啊，除了我们的内心的创造，就是我们内心的产物以外，啊，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其他的东西去思维？嗯，思维以后呢，最后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世界就是新创造出来的。啊，除了新创造以外，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嗯，咳咳嗯。 然后呢，啊，就第二个阶段，就去看这个那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创造者，嗯，它本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进一步去了解一下，啊，这个心它的本性，嗯，这样子以后呢，就真悟了，啊，这是真悟的这个最近的、啊、这个最上面的这种，也就是像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啊，像我们的五家星呢。 四家心呢，就金字塔的这个最低部了啊。然后就是这个微识宗啊，然后子空中观呐、啊，他空中观呢，就在这个金字塔的这个中下部啊。然后这个大环花王啊，还有很多密宗的这些修法呢，金字塔的这个中上部啊，有点偏上。嗯，然后刚才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修法呢，就是在这个金字塔的。 这个最这个上端啊，也就是，但是呢，我要控制我的这个语言啊，这个不能降到大圆满里面去，这个就是要控制到一定的范围，嗯，因为我们这里还有有有有些人，这个连关丁都可能还没有关，啊，关丁都没有关，这样子的话就这个也不能也不能降到大圆满了，这个怎么样啊？你就把同样的一个啊，同样的一句话。 我、哦、可以讲到大圆满，也可以讲到中观，这个这个是可以控制的，嗯，所以还是要，呃，可以说是这个金字塔的这个上段，但是呢，也不是啊，也不是这个金字塔金字塔的最顶啊，最顶是什么？最顶就是大圆满了啊，这样子、嗯呃。首先是要观察这个啊，首先要观察大作思维。 啊，我前几天也不是说了吗？啊，修大圆满的时候呢，首先啊，上师上师啊，告诉大家，心的本啊，呃、啊，这个这个时节，嗯，是不是性创造的啊？这个时节当中啊，啊，我们的这个呃，物质重要还是这个精神重要啊？呃、啊。 就针对自己来说的话，人的肉体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内心是最最重要？他讲一个简单的道理，然后呢，让啊让这个啊弟子啊自己去这个思考，嗯，思考了以后呢，就要要回来，就要这个回报。 啊，所以在前几天我们不是说嘛，有一个人回来汇报说，这个肉体是最重要的、啊，对，这是错了，嗯，他错了，嗯，他是半路出家的，就根本不懂什么理论，嗯，呃、啊，实际上不是肉体是最重要，实际上不是物质是最重要，实际上就是精神啊，内心是我们万事万物的创造者，这是第一，嗯，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啊，呃、啊，这个。 是这个我这个内心啊，精神啊，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呃感受者。嗯，他首先把他首先创立了一个，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嗯，然后呢，他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如果他不感受的话，任何人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存在。嗯，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世界的存在啊。比如说啊。 我们没有这个，啊、呃，这个眼耳鼻舌身，眼是二是鼻是，嗯，这样子的话，如果没有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眼识啊，没有眼识的话，那根本就看不见任何东西，嗯，那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对这个人来说啊，对这个人来说，就是跟不存在是一样的，他看不见，嗯。 啊，然后呢？这个色法是无知，呃，对这个人来说，无知是就就就不存在一样，看不见。嗯，第二啊，如果没有二十啊，没有二十的话，根本听不见这个任何声音。嗯，那么听不见任何声音的话，这个这对这个人来说啊，对这个人来说，这个外面的任何一个声音对他来说跟不存在是一样的。 那跟不存在一样，其他的任何一个外经啊啊都是这样子、嗯，都是这样。首先是他自己创建这个世界啊，然后呢啊，他去这个感受，嗯，这个世界的痛苦啊，这个世界的这个快乐，都是他去感受啊。比如说，同样的一个人，嗯，同样的一个人，嗯，如果。 我们把这个人啊当做自己的这个最亲最亲的人的时候啊，如果这个人死了啊，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嗯，非常的痛苦，嗯。如果这个人同样一个人啊，一个人啊，就当做把他当做啊自己最恨的人啊敌人仇人这样子的话，这个人死了就会高兴，嗯，这个人死了就会高兴。 嗯，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在客观上啊，没有没有敌人，嗯，客观上没有敌人啊，也没有这个呃、哦、这个很亲人，嗯，啊，怎么说怎么怎么可以这个这个怎么讲呢？啊，为什么没有敌人呢？嗯，是不是经常啊啊就危害我们的是不是应该是敌人呢？是不是应该是客观存在的敌人呢？啊，不是，嗯，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菩萨。 啊，再对他怎么样危害啊？再来再大的伤害，对他来说呢，这个人他不认为这个是他的敌人，嗯，他不会呃把这个人当做他的敌人，嗯，所以这个敌人和这个亲人呢，是首先是我们的啊、呃、这个行啊去啊这个创造建立，嗯，谁是敌人啊？谁是亲人？那、啊。 谁是朋友啊？这个是首先是他去啊，这个啊决定啊谁是朋友，谁是亲人啊，他决定。嗯咳咳，啊，那我们也许想啊，这个客观也有亲人啊，父母啊，这些都是难道不是亲人吗？嗯，或者是其他这个啊啊，家里的其他人啊亲戚朋友，嗯，这也不一定啊。 父母儿女的关系啊，弄不好的话，最后也就变成啊最恨的仇人、敌人都有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这都是首先啊谁是敌人，然后呢心啊我们的内心去确定啊决定啊谁是亲人啊，谁是最亲的这个亲人朋友，也是我们的心啊首先去这个决定嗯。 决定完了以后呢，啊，亲人死了，啊，这个痛苦他自己去承这个感受，啊，啊是首先我们的心啊啊决定啊决定这个人是啊这个人是啊这个亲人，嗯，然后死了以后呢，他自己去感受这个痛苦，嗯，呃、啊，首先创造这个创建啊建立的也是我们的心，啊。 然后呢，去痛苦感受这个痛苦的也是我们的内心，嗯，这两个都是他自己，啊，然后呢，就同样的道理啊，就把一个人啊当做我们的这个仇人啊敌人，嗯，这是第六意识啊，尤其是第六意识，眼耳鼻舌身，他没有参与这个决定，嗯，阿赖耶识。 他也没有参与这个决定啊！这是谁的决定？这是第六意识的决定。那、嗯、第六意识决定把这个人啊，从此以后是我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因为是他说，所以他是我的敌人。这样子决定了。嗯，确定以后呢，这敌人有一天死了啊，或者是不顺利了，嗯，倒霉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会高兴啊。 这个时候高兴的也是第六意识，嗯，是他自己创建，是他自己感受嗯，嗯，客观上呢，啊就没有啊，同样的一个人，那、嗯、同样一个人把他当做敌人的时候呢，他死了会高兴的啊；就这个人当做亲人的话，他死了就会啊痛苦的。这个痛苦和这个快乐是。 啊，第六意识他去感受了，嗯，然后这个痛苦和这个，嗯，亲人和这个仇人呢，也是他自己啊，是自己这个决定的咳咳，嗯，所以说是他自己创建的、创立的，然后呢，他又去感受，嗯，咳咳一个一个具体的这个比喻上讲是这样子，然后呢，所有的这些啊。呃 外面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嗯，都是这样子。如果一时啊，他不去，他不去这个，他不去这样子把这个人当当做这个仇人和亲人的话，这个痛苦啊，啊，这个痛苦和高兴这两个都他不会感受到。比如说啊，既不是这个啊仇人啊，也不是亲人的一个这样子的普通的人死了啊。 他知道人这个人死了，嗯，他也不会呃，因为这个人死了，他也不会有高兴啊、呃，他也不会痛苦啊，啊、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人当做这个亲人呢、啊，所以他死了，嗯，就无所谓了，他也不痛苦了啊、呃，因为这个人他没有把他当当成这个啊、呃、这个这个仇人呢啊、呃，所以这人死了，他也不觉得、呃、高兴了，呃、无极啊。呃 就是，啊、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子，一样的。他去这个感受这个世界，嗯，如果他不去感受这个世界的话，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一个人啊啊，就就一个人，一个人有不有这个三种不同的啊感受，嗯，三种不同的感受，这个如果这个客观上有一个。 啊，亲戚啊，这个客观上如果存在着这个这个仇人啊、亲人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仇人他永远是仇人啊，亲人就是永远是亲人啊，仇人不可能变成亲人，亲人也不可能这个变成仇人的。嗯，但是这个不是了啊，这个月的这个亲人啊，有有可能下一个月是仇人了。 这个月的丑人有可能下一个月是亲人了，嗯，这亲人和这个丑人的这个这个啊，怎么样去啊、呃？这个啊、呃、这个决、呃这个、定呢？啊，就是意识啊，他怎么认为就是这样子啊，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样啊，再没有一个其他的客观上的这个啊理由啊，客观上的理由咳咳啊。 啊、呃，意识的一种这个啊，比如说有些人就对啊，对友对对自己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呢，啊、呃，这个人就不喜欢这个人啊，这个意识就就不没有办法喜欢这个人啊。如果客观上有一个这个啊，这个情人的话，那这个人对自己这么好啊，比父母啊还好，比兄弟姐妹还好啊。如果 客观上有什么这个亲人的话，那这个应该是亲人了。嗯，那如果是客观上有亲人的话，那你也应该是这个喜欢这个人了。但是呢，不喜欢啊啊，不喜欢，再对怎么样，再对自己怎么样好，他也不喜欢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一种意识啊，我们的内心的一种啊，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观念。 就是一种，并不是一个客观上存在的这个实情，就是他的观念，嗯嗯。那有些人呢，对自己一点都不好啊，一点都不好啊，不但是不好，而且啊，他经常嗯欺负啊，或者是这个呃，就带来很多的危害啊，故意的这个伤害，嗯。但是呢，哎、啊、呀，偏偏要这个喜欢这样子的人，嗯。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客观上这个人对自己很好，不是客观上就是对我们不好啊？但是呢，啊、呃，为什么要喜欢这样子的人呢？这就是我自己的内心的观念呢。第六意识，他想喜欢就喜欢了，嗯，第六意识他不想喜欢就不想喜欢啊，就是一个少少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外在的因缘啊，然后他想喜欢就喜欢，他喜欢的时候呢，啊，上次买保险不就降低 用一千个大象的力量去让他回头，他也不回头。呃，他一定要喜欢，嗯，再怎么样劝他啊，父母亲戚朋友所有人都站出来劝他，他劝没有办法劝，他就是要喜欢，嗯，啊，对不喜欢的人也是一样的啊，再怎么样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都出来讲道理啊，嗯，但是他不听，嗯，他自己不愿意喜欢就不喜欢。 嗯、所有都是一个啊、呃，都是一个内心的这个啊观念啊，呃，这个导致的。嗯，他把这个人一样的一个人啊，完全是一样的，就就一个人，把他当做朋友的时候呢，啊，就是喜欢了，死了很痛苦了啊；当做敌人的时候呢，啊，也可以当做敌人，然后死了很高兴了啊；当做普通的人啊，死了就没有什么感受。嗯。 这都是咳咳这个我们的内心，嗯，在感受这个世界。不但是他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在感受这个世界。如果他不感受这个世界的话，那么再大的幸福也好啊，对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啊影响，嗯，没有任何关系，嗯。再大的痛苦也好，如果我们的心啊不去接受这个痛苦的话， 那就是再大的痛苦也好，啊，对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关系，没有任何影响。这个是这个这个痛苦跟不存在是一样的啊，跟不存在是完全一样比如说啊，比如说啊，我们的亲人嗯，就车祸啊，死了，死得很惨嗯，但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的话啊，不知道的时候呢啊，就根本没有任何感受啊。 啊，呃、啊，没有干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心呢、啊，还没有还不知道啊，还不知道，所以他还没有去接受这个，嗯，他还没有去感受这个啊。他当他不感受，他不去感受的时候呢，这没有发生和一样的，嗯，根本就没有发生和完全是一样的，嗯。指导的时候呢，就开始痛苦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啊，就 哦、呃，这个感受了啊，感受这个人死了啊，然后就痛苦了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的第六意识，嗯，他不创造这么多东西的话，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了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复杂的关系了啊，全都是他建立起来的。我们的阴明里面不是讲吗？关系啊，关系。 关联啊，这是第六意识建立的。本来这个万事万法之间呢，没有因缘的啊啊，那没有因缘，我们不是说一切都是因缘而起吗？嗯，是这么说，是因缘而起啊。在我们世俗地当中呢，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是因缘的啊，没有一个东西是因缘的，所有都是都是这个我们第六意识认为。 这个法跟那个法是矛盾的啊，然后我们认为这是矛盾，然后我们认为这个法跟那个是这个物质跟那个物质是以因果关系，全都是它建立起来的，实际上这都是不存在啊、呃。呃，有有眼的有毛眼的地方啊、呃，有这个火的这个存在，嗯，啊、呃，从来都是这个啊。 没有火的话，从来都不会冒烟啊，永远都是冒烟的地方就有火的存在啊。他看到这个以后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就认为，哦，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嗯，因为他们两个永远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是火是银啊，烟就是过啊，这是他的观点，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根本不是啊。去观察的话，去观察的话，这个我们啊。呃 去观察这个他的微观啊，他的微观世界当中啊，为什么要观察微观呢？宏观是宏观是靠不住的，宏观是幻觉啊，宏观就是幻觉，在宏观的这个世界当中，不要去找什么东西，嗯，要找的话，就是要在微观世界当中去找，嗯，在微观世界当中呢，这些东西都都不存在的，都不存在的啊，嗯。 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他创建的啊。那我们说啊，如果我想这个我的第六意识认为这个这个墙壁是白色啊，那它是不是白色了？如果我的第六意识认为这个墙壁是黑色，难道它就变成黑色吗？啊，这个还不是。嗯，那不是的话，是不是客观上也存在一些失误呢？啊，也不是这样子啊。 第六意识，首先是他第六意识创造这个世界了啊，创造了以后呢，这个世界相对来说啊，还是变成比较这个艰苦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呢，第六意识他想去改变的话，有些东西他也改变不了。嗯，但是呢，他逐逐渐的去修行的话，他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啊，这个年啊，移民里面都会这样子讲，所以。 万法唯心造，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嗯，啊，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它的这个呃，这个创创造者是不但是创造者是这个意思啊，感受者他也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的意识，所有的这个幸福啊，都是我们的这个心去感受。嗯，咳咳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感受不到的话，这个是这个。 幸福是不存在的啊！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嗯，当高官啊就很幸福啊，很荣幸。嗯，那么有些人就是很烦啊，呃呃，不想当有实力的人。嗯啊，就喜欢这个低调啊，就喜欢在没有人的地方去修行啊。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个。嗯啊，那这两个，比如说。 啊，喜欢在这个啊低调，喜欢低调，喜欢在山里修行的人，让他去这个当官的话啊，那他能不能感觉到这个幸福呢？他根本就感觉不到幸福。嗯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啊，他的第六意识，他认为这个不是幸福了。嗯，他认为这个不是幸福，所以对他来说也不是幸福了。嗯，这就是不是他认为不幸福就不幸福了吗？ 嗯，如果这个人啊观念慢慢有这个转变了啊，有一天呢认为这个当官啊当高官有权有势力还是很觉得很幸福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官位啊对他来说呃幸福了，他会给他带来所谓的幸福。嗯，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就是他的意识。 转变了，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幸福就变成幸福了，嗯。然后就当官的人啊，当官的人，他认为这个当官啊很了不起啊，当当的官这个越高啊，他觉得很了不起，越幸福，暂时有这个满足感。这个时候呢，让他啊当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呃，尤其是让他去这个到金处去修行的话。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非常痛苦啊，他一天也过不下去。嗯 <coughs>，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他的观念就是什么？他认为这样子当普通的老百姓啊，又没有权利，又没有实力，他觉得这个很没有意思，很痛苦。嗯，他认为是痛苦，然后就痛苦了。嗯，然后他在这个这个啊。 当普通的老百姓当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然后在这个山里修行一段时间，他如果慢慢的适应了，他的观念也就转变了啊。呃，有一天他觉得这个当普通的老百姓啊，没有压力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担忧啊，这这个很自由的，嗯，还可以做一些这个有意义的事情，还是有可以接可以追求。 一些其他的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样子他的观念如果转变的话，这个时候呢，啊，他在这个当中呢，又感觉到幸福了啊？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是幸福，就幸福了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吗？没有了。我们认为啊，我们反复就认为啊，幸福和这个不幸福啊，痛苦与不痛苦，一切都来自于外境。 啊，我们认为都来自于外境，所以拼命的啊，就往外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东西、名利啊等等、嗯，是为什么呢？因为不懂这个啊内心的这个奥秘啊，这个内心的秘密，自己的心的秘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嗯。咳咳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幸福是怎么来的，根本就不知道痛苦是怎么来的。嗯，它的主要的来源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嗯，咳咳当然啊，我们不排斥这个、呃、外在，也是一个跟我们或者是带来幸福或者带来这个痛苦的一个一个一个这个主源啊。有些时候是这样子，这个不能排除。嗯，咳咳这个我们也不排除。但是我们这样的是什么呢？主要的啊。 主要的这个因缘就不是啊、呃，主因就不是，就是自己的这个内心。嗯，再大的幸福啊，所有的这个世间人啊，所有的世间人最羡慕的是什么东西呢？就很出名呢啊,啊，做高管呢啊,啊，然后就是很有钱呢啊,啊，就这些了，除了以外就没有什么。嗯，如果。 对这些东西不根本不感兴趣的人来说呢，啊，他如果再有这个钱啊，他如果发财了，做高管了啊，等等都有了啊，但是呢，他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啊。为什么？他的内心啊，就感觉不到这个，去不感感感受不到这个幸福。那么，他内心感受不到幸福的话，那就幸福是不存在的。 幸福就是不存在，内心感受不到的话，幸福是不存在的啊、呃。那么内心要感受到这个幸福，它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要满足，嗯，前提是满足啊，首、呃、要的条件。如果不满意啊、呃，不满足这个对这个生活，如果你满意的话，做呃这个过再艰苦的这个生活，在这个当中他会感觉得到幸福，嗯，他满足了，满意了。 啊啊，物质很缺乏了啊，环境很恶劣了，嗯，但是呢，他满意啊，满足他从中可以得到这个幸福，嗯，然后呢，这个物质生活啊，非常的这个丰富啊，这个环境啊也是很好啊，但是他不满意啊，他不满意，不满足，他要更，他要更好的东西，嗯。 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人啊，在这,这个这个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再再怎么样的话，他感觉不到，嗯，为什么呢？他的前提啊，这个感觉到幸福的前提啊，不存在了。前提是满意满足，他没有，嗯，所以他感觉不到通过这个幸福啊啊。那我们的心啊，不去感受的话，这个痛苦啊。 存在不存在，是根本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嗯，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啊，大家都觉得最痛苦的是什么呢？监狱啊，监狱剥夺了人的自由啊，监狱是最痛苦。那、嗯、但是呢，有些人啊，在监狱里面呢，也过得很好啊，啊也有休息呢。让他出来的时候都他不出来，他说还要待一段时间。 他说他这里过得很好，啊，嗯，那么这个为什么呢？嗯，他在这个当中啊，他也就觉得这个地方他可以修行啊，没有太多的这些外在的这些干扰了啊，那觉得他觉得这样子很好了啊，他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他啊，在这个这个监狱的这个啊生活啊，他满意了，他就满足了。 啊，物质环境啊，他都满足了，所以他就感觉到这个幸福了。嗯，咳咳所谓呃，所有的这个幸福啊，所有的这个痛苦，都是要呃心去感受。嗯，如果内心不去感受的话，它等于是不存在了啊。再大的这个幸福，也是不存在了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啊啊！如果这个做做官啊是幸福的话，那就是做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这个啊这个总统，嗯，那应该是应该是这个啊这个是应该是最幸福的，嗯。如果做高管是幸福的话，那应该这个是最幸福，嗯。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啊，不是个别的人。 还、啊、有可能觉得这个幸福，但是、呃、很多人也就、呃，让他做这个总统。如果真正做上了、当上了总统，他感觉不到啊。为什么这观念的问题啊？所有都是这样子啊。如果这个心不去感受的话，这个世界不存在是呃，等于是不存在了。嗯，呃，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些细节，像这个幸福啊。 痛苦都是一样的，心不去感受幸福，等于幸福就不存在啊；心行,行啊，不去感受痛苦，等于痛苦就不存在了。嗯，所有都是要都要这个呃心去感受。那、嗯、所以，心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心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啊感受者。如果他不去感受的话，等于这个世界是不存在了。 等于这个世界不存在啊！眼耳鼻舌神，他们不去感受啊，这个外在的这些物质啊，那样子的话，等于这个外在的物质对这个人来说是不存在了啊。然后这个啊，这个呃，幸福痛苦之类的东西，如果第六意识他啊不去感受的话，这个是这些呃，幸福啊，痛苦呀、啊，等于也是不存在。 嗯，所有都是心去感受的时候才存在，才感受到幸福的存在，才感受到这个啊、呃、这个痛苦的存在，才感受到这个声音的存在啊啊这个物质的存在啊都是这样子咳咳，要心要去这个那、这个感受啊，那心感受，我们的心内心去感受。 啊，他感受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啊内心感受到这个幸福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感受的呢？啊，有没有一个被感受的这个啊外经，也就是这个幸福啊？然后感受者就是我们的精神啊，有没有这样子呢？嗯，这个没有。嗯，啊，当我们感受幸福的时候呢，啊。 没有一个被感受的心福，呃，和这个啊感受者心啊没有。嗯，如果有心福的话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心以外，还应该客观上也应该有一个心福。嗯，啊，但是这个没有的，那、啊、就是我们的内心的一种特殊的感受，这个叫做心福啊，这个叫做心福。前几天我们不是讲过吗？啊。 全世界的一百六十五位，好像是一百六十五位大师啊，所谓的大师来探讨啊，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啊？然后呢，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嗯，但是呢，真正没有一个人说到这个呃重点核心呢啊啊，就是前几天我们讲的，他们认为有些人说这个呃。 有和睦的家庭是幸福了啊,啊有些人就是说有稳定的收入是这个幸福了等等，嗯，这些根本这些不叫幸福了啊！他们有可能对某些人就带来幸福，他们有可能是有可能变成啊幸福的这个因素，嗯，可以说他们有可能变成幸福的因素，嗯，但是他是幸福吗？他不是幸福了啊！ 比如说啊、呃，有些人家庭没有什么不和睦的啊，非常和睦。嗯，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有更好、更高的这个追求的话，他不要这个家了。嗯，他在这个家里面呢，感觉不到幸福啊。比如说，他要想去这个出家呀、修行呢啊，这个时候呢，他家庭没有什么任何问题了啊，非常和睦的，没有任何不和谐的。嗯。咳咳 但是呢，他有其他的追求，他有更高的追求，所以他就对这个家啊产生厌烦心啊。他在这个家里面呢，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啊。如果是和睦的这个家庭是幸福的话，那应该每一个人都感觉得到幸福，但是感觉不到啊。啊稳定的收入也是这样子，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幸福跟幸，根本就不知道分幸福和这个幸福的因素。 啊，幸福的因俗是一个这个，尤其是这个幸福的这个主源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嗯，幸福的主源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不是一个客观主啊。主观、呃、的东西。那么幸福它本身呢啊，尤其是它是它是这个主观，它是一个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啊。咳咳 在这个时候呢，啊，没有一个啊被感受的和感受之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内心呢，就变成内心的观念，就内心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感受呢，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这个感受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心腹啊。用嘴巴说出来啊，用语言来表达形容的话也不好说啊，说不出来什么是感，什么是心腹。 嗯，啊，大家都啊不愿意啊，这个痛苦是什么？也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内心的一种感受，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一件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嗯，这些这些都是一种感受而已啊。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啊正在这个感受痛苦的时候呢，实际上啊，把旅行的感受变成这样子，除了这个以外没有。 那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呢，啊，有痛苦，痛苦就是外在、外在、外在的这个因素。当然，外在的因素有可能导致这个我们的这种心的这种特殊的感受。但是呢，实际上它是啊，痛苦，所谓的痛苦就是心的感受啊。这一切都是要想说明什么呢？啊，等一下我们要讲到底心是什么的时候呢？啊。 本来把这所有的东西啊堆积在我们的内心上面的，然后内心空了以后呢，一下子这上面的所有东西都瓦解了啊，就是这个意思。首先要任何一个这个事情都认为，都都要都要知道是心创创造的，心感受的啊，内心感受的。嗯，没有这个内心就没有这个世界了啊，更没有这个幸福呀、痛苦了这样子。 嗯，内心去感，如果内心不感受这痛苦，啊，不感受的话就没有啊。阿罗汉啊，他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啊，这个小城的这个佛经里面也讲，经常讲到啊，阿罗汉用我们用这个檀香的这个香水啊，来啊游边啊，用檀香的这个香水来沐浴。 啊，左边用刀去砍啊，那这个对阿罗汉来说呢，它是一样的，嗯，它是一样的，嗯，呃，对我们凡夫人来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导致快乐的，一个是导致痛苦的因素，嗯，但是阿罗汉呢，对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阿罗汉至少也就做到了这一点平等了，嗯，他虽然还没有。 没有正悟这个大平等，嗯，但是呢，这一点他能他能这个做到啊，他对这个檀香睡的这个木鱼没有弹性，啊，他对这个用道堪啊，这个没有没有成恒心，嗯，平等他做到了这样啊，但是他的身体是有痛苦的啊，有痛苦，但是他内心当中这个贪和嗔这两个他已经断出了，从根本上就断出了。 嗯，没有，因为他，他的内心啊，不接受这个啊，不接受这个痛苦啊，感受这个，所以呢，他就是没有这个嗔恨心、啊，他也没有这个贪心，嗯 <coughs>，连阿罗汉都是这样子了啊，那菩萨呀、佛呀，那就不用说了，嗯，这都是内心的感受啊，内心的感受，这都是。 我们的内心创造的，但是我们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根本就不观察这些事情，啊！一贯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剩下来到现在认为啊，这个幸福和这个痛苦的这个所有的因素都在外面啊，都在客观啊客观上，啊，不但是我们天生就有这样子的观念。 还有呢啊，有一些这个，呃，就是这个从自从这个启蒙运动以来啊，西方的很多文化里面都讲这个，嗯，都在讲这个，嗯，然后呢，很多人都是引导一个这个一个错误的这个路上，嗯，然后很多人也就是天生本来天生就是有这种观念了，然后再加上啊啊这些这个舞蹈曲解，嗯。 以后呢，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啊，啊、呃、幸福和这个痛苦的这个因素是外在客观上，这个是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嗯，最后没有一个人啊、呃、真正知道啊这个幸福是怎么样来的啊，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啊痛苦是怎么样来的。所以啊，西方发达国家到今天啊。 没有找到这个幸福的原因就是这个，啊，他不会去寻找幸福，嗯，根本就没有懂到怎么样人怎么样幸福的物质的生活，我们曾经讲了很多次了。物质生活呢，当然了啊，物质生活能带来一些短暂的这个满足感，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幸福了，嗯，但是呢，物质物质生活、啊，它不可能永远都满足一个人。 啊，这物质生活，它，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这个水平啊，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啊、嗯，跟再过一段时间以后的这个水平和人的要求、需求都有变化的，不一样的啊。人的需求、人的欲望啊，又不一样。这个欲望不会减少啊，只会增长，不会减少啊。那这样子以后呢？ 永远就感觉不到这个，永远就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啊！是原因就是这个，嗯，心我们的内心不去感个这个感觉不到幸福的话，那就是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了啊！内心不去感受这个痛苦的话，那就这个世界上等于就是不存在痛苦啊这样子。但是我们从来不观察啊，从来不观察这些。 啊，一直都觉得啊，啊那个感受痛苦的时候呢，嗯，不知道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心的一种感受啊。我们认为有一个这个被感受的这个痛苦啊，然后呢有一个这个感受这个痛苦的感受者啊，这个感受者是我啊，和我的这个精神啊，一般都是觉得是我我痛苦我幸福。 呃，一般会这样子认为，嗯，呃，感受是痛苦和这个幸福是客观存在的啊，然后这个感受者是我啊，然后这两个都是存在的啊，一直都这么认为，从来不观察，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去啊制造了很多很多，制造了不可思议的这个。 啊、呃，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痛苦了啊，没有必要的痛苦啊，没有没有必要的这个，啊、呃，没有必要的这个辛苦啊，痛苦、呃呃、啊，心身啊，内心的痛苦、压力啊，然后就是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痛苦啊，等等，都是就因为有一个无名啊创造的，创造起来的。 这个是、嗯、这一段当中啊，讲什么呢？啊，第二个就是讲啊，这个时节啊，这个时节的这个这个时节的干守则啊，也是我们的内心。那、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如果不存在的话啊，这个时节是等于就是不存在了啊。这一段时间就讲这个，嗯，那这些啊，这些理论啊。 它符不符合实际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思维啊，嗯，这个不像基督教说一切都是上帝创造一样啊。如果说一切都是上帝创造，这个怎么证明？这个没有办法证明。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不出来啊，找不到一个证据。嗯，这么这么这么几千年也没人找到一个证据。嗯，大家都这么信啊。 如果你信就可以了，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证据。但我们现在讲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在讲啊，我们自己的感受，嗯，我们自己的反复自己的感受，嗯，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去思考这个问题，嗯，啊，大坐的时候静下来去思考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啊。 那最后啊，就不需要说唯师唯唯实唯物，呃，这个唯心唯物，然后就是唯实进步，不需要去说这么多了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体会到了，一切都是新创造的，一切都是新去感受的，除了我们的心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证据了啊，就不需要这个唯师宗啊，不需要唯心主义的逻辑，本来就是站不住脚的。 啊、嗯，也不需要这个像魏氏宗里面讲的这么多的这个复杂的这些推理的方式都不需要了啊，就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答案了啊，这个就是啊，我、呃、最后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啊，结论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创造也是新创造，感受也就是新新感受啊，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那没有人去。 啊，创造这个世界啊,啊，山河大地，包括山河大地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先不说这么深啊，先是说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啊，这个喜怒哀乐，这都是我们的心创造一个新的一种观念，然后就是导致了这么多的啊东西了。嗯，所谓的幸福，他也创造了，但是呢，过一一段时间以后又没有。 啊，所谓的痛苦是他创造的。这个找到答案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下一步了啊。第二步是什么呢？啊，第三啊，第三是什么呢？然后就是要去观察自己的心啊。禅宗里面就讲这个修禅，然后有些时候呢要去观察朱人翁啊，朱人翁就是这个修禅的这个。 啊，修禅定的这个修行者，嗯，他是谁啊？这个意思，实际上修禅啊，这肯定是这个我们的意识啊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回头去看看意识到底啊是什么。这个叫做去看主人公啊 <coughs>。那我们这里啊也是一样的，嗯，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啊。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找到了答案：第一个，世界是新创造；第二个，世界也是新去这个感受啊，这找到了。嗯，翻反过来说的话，就是没有我们的内心，就没有人去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会诞生。嗯，没有我们的这个啊心内心的话，即便是诞生了，也没有人去感受这个世界，啊。然后第三啊，就观察。 这个心是什么啊？那这样子，但是这个创造一个这这这么这么,这么大的这个世界啊，太阳系、银河系、无边无际的这个呃这个宇宙啊呃，是心创造的啊。他如果有这么大的这个力量的话，那他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了？嗯，然后就进一步的去靠近啊他。 看看它的本体是什么样子，嗯，进一步的去这个认识啊，寻它的本性是什么，嗯，这个时候呢，方法很多了啊，方法很多，呃、啊，但是这个里面我们就不讲这个大圆满的这些这个这些、啊、呃呃方法了，我们就讲一个啊啊啊中观啊，然后就是中观里面呢比较。 啊，就是偏高一点的这个中观的这个观点啊，用这样子去讲咳咳。啊，那既然这个心是世界的创造者，心是这个世界的感受者，那它本真，它的本体是什么样子呢？嗯，它本体是啊，它的本体是嗯，这个呃原理啊，原理。 一切这个啊，习论，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去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认定啊，他的本性是什么？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本性啊，因为他没有本性，所以呀、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的本性是什么。他他的本性呢，是无边无际，嗯，他无边无际，他也是。 无边无种啊，他、嗯、它远离一切这些，它就是一种不观察的时候呢，它给我们的那个带来很多啊、呃、所谓的幸福啊啊痛苦啊很多。但是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它自己是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它是如幻如梦的，嗯，如幻如梦的，它根本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在本质上根本就它没有。 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了，那它的本体是什么呢？根本就是不存在。呃，那怎么样去知道这个它的根本体不存在呢？啊，第一个，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第一个就是中观的这种推理的方式去推理嘛，啊，推理的方式去推理，嗯，过去的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些年头啊，啊，啊，都不存在了。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去观察，它已经是啊、呃、消失了，嗯，它已经消失了，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了，嗯。然后呢，未来的这个啊、呃，我们的仪式呢，它还没有诞生，它也不存在，嗯，这两个就我们可以排除它们两个的存在啊、呃，这个很容易，嗯、呃，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当下了啊、呃，如果存在就是当下。 嗯，啊，那当下是什么呢？啊，一个小时是当下呢？一天是当下呢？一个月是当下呢？一年是当下啊？一小时是当下，或者是一分钟是当下，一秒钟是当下呢？什么是当下？嗯，如果我们说啊，啊、呃，这个一秒钟是当下，啊，一秒钟的前后不是当下，啊，呃，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为什么说这个是什么理由呢？我们为什么要说，啊，一秒钟就是当下呢？啊，一秒钟之前啊是过去了，嗯，已经产生了、诞生了，但是不但是诞生了，已经毁灭了，已经不存在了，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嗯，这个世界上已经根本就不存在一秒钟之前的，一秒钟之后的将来要发生的、诞生的啊。 它还没有诞生，嗯，所以我说啊，这个一秒钟是这个当下的话，嗯，那我们也可以啊，一秒钟的这个万分之一啊，一秒钟的万分之一，一秒钟可不可以分万分之一呢？当然可以问，啊，一秒钟可以分万分之啊，万分之一是当下，之前不存在，之后不存在，也是可以这样子分的啊,啊，没有人说。 啊，一秒钟再不能分了啊！没有一个逻辑，呃，是能推得出来啊。一秒钟再不能分了，一秒钟可以再分了，嗯，一秒钟再可以分，一秒钟甚至可以分啊一亿啊一亿分之一啊，百万、千万、一亿，嗯，这个这个啊，物理学上的有些有些例子呀。 它的寿命就是一秒钟的一亿分之几亿分之一，嗯，都可以分的，嗯，那一秒钟的几亿分之一啊，一一秒钟的一亿分之一是当下，嗯，这个之前不是啊、呃、不存在了，呃，那么一亿分之呃这个一秒钟的一亿分之一，呃，可不可以再分呢？也没有人说不能再分了，嗯，也没有一个理由说不能再分了。 也可以分的，嗯，这样子分下去了以后呢，最后就是找不到了，嗯，最后是真正的找不到的啊。我们以前说过，嗯，这个数学上的错误啊，跟大家都带来一些这个有些影响了啊。哲学很多人可能没有学过啊，学有有些人学过啊，哲学上的错误啊。 就是这个无限小啊，错误的啊，就是我站在这个中观的立场、佛教的立场来说啊，啊就是宣布这两个是错误的。嗯，如果有人说这两个是不错的话，那就要拿出证据来了啊，要拿出证据，要证明这两个怎么样不错。嗯，如果拿不出来的话，这是错的啊，错误的。 呃、反而有些人说啊，这中管里面这样子讲，根本不懂，根本没有，根本就不懂这个输血了。嗯，根本就没有懂输血。嗯，有人这样子说，为什么呢？不可能这个分完的啊，但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输血是错了啊，反而他觉得啊、呃，中管不懂输血了，所以就是不可能这样子。其实他自己不懂输血错了。 那数学错了啊，逻辑这个哲学他错了啊，真正是他错的，这个是，这个这样子的话根本就是说不过去的，非常简单。这个在《回灯之光》以前讲过很多次，嗯，如果无限小，这个时间是无限小的话，一个非常容易容易证明这是错误的是什么呢？啊，这样子的话，一分一秒钟的时间永远都不会过去的，那、啊。 永远都是一秒钟了，就是这一秒钟，当下的一秒钟，永远都不会过去的啊。那么一秒钟永远都不会过去的话，那这个一秒钟永远不会过去，那再后面的“一秒钟”永远不会不会过来的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啊，这个时间过去、未来、现在”的这个时间，完全是这个乱套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三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了，根本没有。 连这个都不懂，还说中观不对，啊，数学错了，啊，这个逻，这个这个哲学错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个无限小，啊啊，只有这个世界上只有有限的小，啊，没有无限的小，嗯，咳咳最后就是招不到，嗯，招不到了是什么意思呢？啊。 那找不到的话，这么多东西啊，这个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啊、呃，一年啊，十、呃、二个月，每个月这个呃三十天呢、啊，一天二十四小二十四小时，这些是什么呢？嗯，我这些都是幻觉啊，幻觉。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质啊啊，这物质啊是幻觉，你。 连物理都是非常清楚的说了，我们非常赞同呃他们的这种说法，啊、呃，这个是，这个这个只有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全世界的宗教里面呢，佛教才这个能判断他的是准确的，我觉得，嗯，其他其他我觉得其他很多的这些学科啊、学问呢、啊，他根本连这他的错和不错都不知道，只有科学他自己说了算啊。 错和不错，他都没办法知道。那佛教就知道这个是对的，没有错，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世界是幻觉了，连物理都已经说很清楚了，幻觉啊。那不存在这些物，不不存在这个出这个微观，只有微观，不存在这个，那是什么呢？这个是幻觉啊。现在物理也要这样子说，这个世界它不是原则，它又不是分子啊。 它又不是这个这个例子都不是，嗯，那是什么呢？它是粒子导致的一种幻觉啊。比如说人跳舞的时候啊啊，跳舞这个舞蹈是不是人啊？舞蹈不是人啊？难道除了人以外还有舞蹈吗？没有啊，就是舞蹈就是人去跳舞。 但是呢，舞蹈不是人呢啊！如果是人的话，那演员在哪里就有舞蹈吗？啊，那这个演员二十四小时都在跳舞吗？嗯，都不是。呃，舞蹈是什么呢？啊，不是这个人啊啊，人的一种运动叫做舞蹈。那、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所有的东西，它不是例子了，它也不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啊，他们导致的幻觉。 这个我们佛教佛经里面早就说了，我们非常赞同这个，说对了啊！最近最近佛经推出来的这种弦理论，跟我们佛教是非常相似的啊。这个是世界啊，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是世界了啊，这个是幻觉了啊，我们越来越知道了。现在现代的人越来越感觉到，物质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了啊。 这都是不是佛说的？那实际上我们承认不承认是有信仰没有信仰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我们不是啊、呃，越来越默认这个佛的这些这些这些观点吗？啊，越来越不是走进佛的观点吗？啊，就是这样子。时间啊，一年、一个月、一天都是幻觉，啊，都是幻觉。这个世界都是幻觉，但是我们可可。 很可怜的，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啊！科学家他有这些，有这些这个数据了，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从这个上面去推导啊，无我啊，他连嗯做梦都做不到啊，他还是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我要去研究啊，粒子呀什么什么的，实际上就是自己都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内心也是这样子，这样观察一观察以后呢？ 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精神是不存在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精神是不存在，是空心的时候。这种空心，一下子就是在这个啊，一下子这个，就就在这个，就一下子这个，就像就像我们下雪的时候，这个雪花呀啊,啊，你眼睛可以看啊，但是不能放到手里边啊，手不定它立即就会变成水，嗯。 就这样子，不能观察这个世界，千万不要观察这个世界。远远的看，就有一个世界啊。痛苦，现实生活当中有痛苦有幸福，不要去观察，啊。有幸福的时候去感受啊，有痛苦的时候去只有面对，不要观察。嗯，如果观察了以后呢，它就会消失的，就是像雪花一样啊。 它会消失的。任何一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世间东西都是这样，包括我们的今生，啊，都是这样的。嗯，哦，这个感，这个这个体会非常这种这种感受啊，非常强烈的时候，然后就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就安住这个空心的这种感受啊，其实是我们的心，嗯，它在感受空心啊。 他认为是空，那个时候让他想这个事情，啊，啊，让他想这个事情，这叫做修空心，这是我们的中观的修法中观的修法就是这样子，呃，大圆满的修法就更不是了。嗯，大圆满的修法就更不是。这个地方我们先暂时不讲啊。然后这个是啊，那精神就是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呢，啊，就失踪了，像雪花一样。 眼睛可以看，但是手不能摸。嗯，现实生活，啊、呃，不观察可以，啊、呃、可以去这个享受幸福啊，感、呃、受痛苦哦、呃，但是不能观察，观察了他们都会消失的。嗯，他们都会消失。啊、呃，一个完整的这个世界，原来我们认为是一个好好的世界，啊、呃，那这样子一观察了以后呢，就无影无踪了。 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观察啊，外面的不观察。刚才我说这个无力啊，什么什么，就是顺便说而已。这个不观察这些了，现在这个不是不需要了啊。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精神啊，他不空就一切都存在了，他空了，一切都不存在。今天他是我们的上帝啊，他如果这个上帝，如果真的上帝不存在的话。 那基督教也应该说这个世界就不存因为没有人去创造了啊、呃，没有人创造。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也没有人去维护这个世界，也没有人去抱养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肯定越来越老老化了，最后也就是一个破的汽车一样，它也不就是废铁。汽车最后不保养就不成变成废铁了吗？那这个世界如果上帝不去啊、呃、维护的话，它也会变成这样子吧？啊、呃，那我们的今生啊。呃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那就这个世界不存在了，所以所以就不观察其他东西，就观察精神。啊，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已经确定了，时间是精神创造啊，然后又去精神去感受我们的现实生活，所谓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都去追求，一直都去这个奋斗的这个这个。 幸福呢？啊，是心创造的啊，是心自己感受的啊。那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心它本来是不存在的东西，嗯，它本身都不存在的话，它创建它它可以创创造什么东西？它能创造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它自己都不存在了，那它能创造什么世界吗？啊，它自己都不存在的话，它能感受什么世界吗？嗯。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就瓦解了，啊，这个世界崩溃了。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毁灭之，啊，今生就是我们世界的毁灭之。这个是我说的啊，佛经里面没有这样子说。这个佛经的有些用词都是非常要求非常严格的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为了方便理解，我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变成了这个世界的毁灭者。嗯，原来在这个之前呢，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是这个世界的感受者啊。那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变成这个世界的毁灭者。嗯，这个世界的毁灭者并不是核武器啊，就是我们的内心 <coughs>。这时候呢，啊，深深的感受到了。 啊，原来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啊、快乐呀，啊啊，敌人呐、啊、亲人呐、啊，啊，好不好啊，善恶、呃，全部都建立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上面。嗯，当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可以，它可以，它是一个载体，呃，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啊，它可以承受这个痛苦、快乐啊。 呃，山阿，都可以，嗯，但是，一旦他一旦我们现在发现他自己不存在啊，那他自己不存在了以后呢，啊，在这个这载体都不存在了啊，比如说啊，我们一个碗里面呢，一个一个一个锅里面呢啊，装很多这个食物，嗯，然后有一天这个锅啊被水了，打碎了，打破了啊。 那里面的所有食品也就不存在了，嗯，一样的。现在心本身它本身它不存在了啊，都啊都会消失的，只是用中观的角度去讲的啊。大圆满，你们以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去感受啊，有可能真正感受到今天我讲的这一切，嗯，这个时候也许你们会笑起来。 啊，原来这个世界这样子啊，也许激动的会哭起来，啊，都有可能。这叫做正悟啊。但是今天，嗯，我要控制我的语言啊，让他不要告诉这些事情啊，只能讲一些中观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常年累月三年五年都不修加薪，啊，呃、啊，不修加薪，然后就不去打坐，你出离心、菩提心什么都不修了。 什么都不修的话，我们也什么都不讲，就讲讲这个，就讲一讲这些逻辑理论，啊、呃，这逻辑理论啊，什么是这个粒子呀？什么是这个，呃，这个物质啊？什么是精神啊？啊、呃，什么是无分为尘啊？嗯，让你们去观察这些，嗯，那你们永远就观察无分为尘，永远就观察这些，永远去思考这些理论吧。好，好、哦，然后这个就是。 心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变成这个世界的毁灭者，啊，心的本性啊，它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深深的体会到啊，也就是说是这个真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啊，善解啊，就是愚解、世界，无无色界，善解六道所有的现象啊。 就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内心的一种啊投影啊，内心的一种现象，这个叫做直线啊，中观里面叫做直线啊自己的现象啊，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存在的东西，就是一种自自己的现象啊，就是投影仪里面出来的图像一样，就是心自己投影出来的东西，嗯，内心的投影它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啊。 客观的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东西今天找不到了啊！唯物主义，呃，说，呃，一切是物质啊！唯物主义就说一切是物质，物质是什么？客观存在，嗯，客观存在是什么？物质啊！那么这两个是到底是什么呢？那就现在就说不出来了，啊、呃，说不出来，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了。 啊，莫大的讽刺！呃，唯物唯物，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了，那难道物质都不知道是什么啊？今天科学家，尤其是因为科学科学发达了以后呢，让科学家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不知道物质是什么。啊、嗯，当然不知道了，物质就是虚幻，本来是不存在的啊，因为它是不存在的，它是虚幻的，所以啊，你不存在的东西啊。 当做存在的，嗯，这样子给他啊下一个定义的话，这个当然很难了，当然很头痛了啊。这时候呢啊，就深深的体会到了啊，一切这个啊外在的所有的这些现象啊，包括善结啊，都是自现啊自啊，这自现、啊、自,自己的现象啊，就是我心的头音啊。 除了这个新的投影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就是新创造的一个东西出来，嗯，就是新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而已，其他都没有，嗯，是，就像这个啊做梦一样啊，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这个梦境啊从哪里来的呢？嗯，它没有一个来处了啊，那它消失的时候呢，它去什么地方呢？啊？ 昨天我们梦到的这些一切，是不是现在他也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另另外一个角落呢？他不是，嗯，他根本就没有去，嗯，他为什么根本没有来，根本没有去呢？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嗯，这个叫做无来去啊，它本身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呃，不会有这个去处，所以它也不会有来处，嗯。 赖处、去处都没有啊，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不存在。嗯，那我们的这个意识啊，也是这样子。嗯，当我们心里啊产生一种这个嗔恨心的时候呢，嗯，用中观的这种方法去推理也可以啊，或者是我们不用中观啊，用体会啊，感受。 去看看它是从从从什么地方啊，冒出来的？我们的，比如说啊，就一个很难受的这个沉恨心啊，出来的时候呢，去观察一下啊，呃，观察一下，我们外在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存在的东西啊，它都有一个来处啊，它都有一个去处、啊。如果来处去处什么都没有的话，这叫做这个啊，这叫做这个。 梦幻，啊，梦幻啊，莫殊时，啊，它就是在空中啊，就让我们看到啊一些动物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物，这个物质，嗯，它没有来处，它没有去处，这是我们的眼睛啊，就产生了这个幻觉的时候呢，啊，看到在这个空中有动物啊，有建筑物。 啊、哦，有其他东西，它有没有来处？它没有来处，它没有去出呃，因为它本身是不存在，嗯。<coughs> 啊，昨天我们梦到的这些所有东西，我们今天大家都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这是假的啊。那我们一定要好好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说昨天我梦到的是假的呢？啊，你们认为这个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呀？啊？ 应该自己会去想一想，这个什么理由啊？我们所有人都说，昨天梦到的是假的啊，现在的是现实生活。呃，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会这么说呢？嗯，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昨天梦到的就是我睡着了以后突然间啊就产生的，嗯，它没有一个来处。 没有来处，比如说我昨天啊，就梦见一个这个楼房啊，这是突然间这个产生的。嗯，这楼房的这个每一个啊，这个建筑材料，它没有一个来处，就是在这个地方突然间这个显现出来。嗯，然后这个新过来了以后呢，这个楼房啊就就不存在了，消失了。那那它有没有一个去处呢？它没有去处，就是。 这个是新过来的时候呢，就不存在了啊，没有去处，去处来处去处，它每一个建筑材料都没有来处去处啊，当下是有的啊，当下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它没有来处，没有去处，所以啊，我们判断啊，它是不存在，它不存在。 <coughs> 那么我们的这个判断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因为它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就是突然间显现,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认为像海市蜃楼啊，还有这个类似的很多东西，我们认为它是不存在啊。那不存在的原因就是这个，嗯嗯，不存在的原因是这样子：如果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就可以说可以判断它是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啊就。 升起一个成恒性的时候，我们要去啊，这个去这个寻找它的来处啊，它是从哪里诞生的？嗯，然后这个这个成恒性消失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去观察它去哪里了，嗯，它怎么样消失的？嗯，它一样的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啊，那么。 梦里面的东西，我们不是说，因为它没有来处，没有去处，所以判断它是假的吗？嗯，那么刚才这个陈汉卿这个念头，为什么不是假的啊？理由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不是假的呢？嗯，但是我们的这个习惯呢、啊，啊，昨天不是说了吗？就是有一点点原因的时候呢，啊，一千个大象的力量都不能改变，不能控制。 啊，就是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现实生活，我们首先就这个确定现实生活有了，但现在已经发现了它不存在的这个所有理由，但是还是觉得它是存在。嗯，这是一个我们的习惯啊，习惯了，嗯，就是习惯了而已，没有理由啊，没有一个真实的理由，就是习惯而已。嗯，这个习惯呢，要慢慢的去。 要慢慢的去修行，慢慢的推翻，只有这样子才可以的。这时候啊，呃，这时候啊，我们感觉得到，昨天梦里面的现象它没有来处和去处啊。今天我的这个沉恒心也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来处去处都没有了。咳咳但是这些我们只能这样子讲了啊，很可惜啊。 没有这个真悟的话，只能这样子。这个真悟了以后呢，就不是这样。真悟了以后呢，这个体会就不是这样子了啊。这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啊。每一句里面都就就这个含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去啊体会。没有体会的时候就。 本来就是语言讲不出来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呢，语言也不能超过一定的这个，呃，不能超过一定的这个限度啊，所以这个只有这样子了，以后你们自己去体会啊咳咳。那我们现在要去看这个心得啊，内心的啊，这个呃，内心的这种嗯，这个。 啊，虚幻、呃，内心是虚幻，嗯，呃，呃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呃，就是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轮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啊，很著名的轮回。所有的佛教徒对所有佛教徒来说，轮回啊是一个很出名的事情，嗯。 出名的东西，但是这个非常出名的啊，有些人怕啊，像菩萨这样子的，有些人喜欢啊度众生，嗯，就在轮回当中，愿意在，也就像小乘佛教阿罗汉啊，一天都不能待，很恐惧啊。有些人觉得觉得这个很恐惧的，有些人觉得，呃，这个是虚幻的。真正的这个轮回，很著名的这个轮回是什么呢？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的内心的现象啊，就是把这个内心的现象抛开了以后呢，嗯，东南西北上下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啊，这个轮回找不到，轮回找不到这个时节，找不到这个时节的，它本身是这样子。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个轮回很实在。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心的幻象了啊。 新的幻想，我们的内心有很大强大的力量啊啊，把我们给欺骗了。嗯，不仅是这一辈子啊，生生死死啊，被我们啊，把我们欺骗了。呃、啊，这个世界是他的这个，呃、啊，他的这个，他他创造出来的这个幻觉啊，这个世界是他创造出来的幻觉。<coughs> 最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们上面讲的那些了啊，这个旅行嗯，它是载体了啊，在它的上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墙壁上啊，画很多的这个啊建筑物啊、人物啊啊其他的这些像这个呃山河大地，嗯，但这个墙壁它如果不存在的话啊。 那就这上面的所有东西，就根本就不需要去思考它存不存在，那、嗯、就是这样子。这个世界性不存在，啊，这世界就一下子就瓦解了。嗯，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要修家心啊。有些人就是觉得这个不修家心的话，直接修真心也可以，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啊，讲了这么多发了啊，因为没有修加薪，加薪这个这个基础不不扎实啊，所以啊，有没有感受？没有感受了，原因就是没有修加薪的原因。嗯，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啊，所有的有为法啊都是无常的啊。 所有有为法都是无常，那所有的无常的东西呢？嗯，它是，呃，它是，它每一个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啊、呃。这所有的一刹那，它是不能这个呃堆积在一起的啊、呃。意思就是说，前一个一刹那啊啊、呃呃，这个不毁灭的话，那就是不消失的话，后一个这个一刹那它是没有办法这个诞生。 嗯，它没有办法单上，所以这个时节永远都是一刹那，它永远都是一刹那。呃，这个一刹那它不可能啊，它不可能集中。嗯、呃，像灰尘这样子的东西呢，我们可以集中，它可以很多灰尘集中了以后呢，就形成这个世界。嗯，但是时间不可能集中。嗯、呃，昨天跟这个今天的这个啊。 两天的时间呢，一定要前后有顺序啊，这个不能重叠，嗯，也就是说，啊、呃、也就是说，这个四号和五号啊，这两个呢，四号过了以后才是五号啊四号五号啊，不可能同同一天出现、啊，呃，然后就是啊，零九年和这个一零年啊，零九年过了以后。 才是这个呃，二零一零年这两年不可能这个同一年出现啊，不可能重叠的。这个初大的这个时间上这样子，在细微的上面也是这样子。啊，他们是不能这个啊，不能不能这个集中的，没有办法集中的，一切都是啊这样子这个一一一瞬间的啊一刹那的，这个世界就是一刹那。 过去的这些这些差呢啊，就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已经过去了，它今天不会不会不会存在的。啊，那过去我们在今天我们这里讲的都是不能观察，不是观察这个外在的这些这些物质啊，说的就过去，也就是说的是我们过去的精神啊，过去的从前世啊，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就是。 从啊，出生到现在啊，就这么几十年当中，我们所经历的，嗯，就是痛苦啊，还有幸福啊，啊这个精神上的这些啊，喜怒啊，这个爱惧啊，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呢，过去这些东西，今天是什么样子呢？看看啊，已经是跟昨晚。 做的这个蒙是完全是啊，完全是一样的。这就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有为法都是只有一瞬间了。这过了以后就是没有的。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就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安慰是什么呢？呃，你不要痛苦，一切都会过去的。嗯，一切当然过去了，每一瞬间都会，一秒钟都不会停的，全部都会过去的。那、嗯。 过去了以后呢，这些痛苦也好，幸福也好，它消失了，消失了，就跟我们梦境里面的这个做梦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东西完全是一样的。啊，同样的就是未来的，啊，未来的所有东西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子，一切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变化无常当中，所以这么变化、这么靠不住的这个时间法，靠不住的这靠不住的这个有为法当中呢，没有一个是啊靠得住的，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独立的啊。独、呃、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嗯、我们没有什么依处了啊。 没有什么支柱了，精神支柱啊，等等没有了，也就不要去找了啊。独立的，我们是一个人单身的，嗯，出身的啊。现在也实际上真正的这个痛苦感受、快乐，全部是一个人承担啊。我们认为我们有更多的亲戚朋友啊，这样子的话，我痛苦的时候呀，可以分担一下等等，不可能了啊。就是要遇到这个关键问题的时候呢，啊。 比如说生病了，啊，那全世界的人六十多亿人是他的亲戚朋友的话，他，这个这个痛苦的这个百分万分之一都没有办没有办法分分分,分给这些人，啊，只有自己承担，嗯，痛苦是这样子啊，幸福也是这样子，嗯，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独立的人啊，独立生存，嗯。 独立生存，其他人就不会有什么，没有什么靠，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地方啊。哦、呃，将来走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走的啊，独立啊，一个人会走的。嗯，啊，六十多亿人是他的亲戚朋友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来送我们啊，没有办法送，嗯，要自己走，嗯，自己的一切都要自己承担。 自己承担，所以啊，就是我们的内心呢，不能太脆弱了啊。经常去，要不就找一些物质的这个依靠啊啊，就把金钱当做这个精神的支柱，嗯，要不就是找一些人啊，亲戚朋友等等，嗯，这样子是靠不住的。这个时间法，这个无这个有为法当中呢，没有一个靠得住的啊，不要以为。 这里面有什么靠得住的东西没有？就是我们是独立的人，啊，来独立，走独立，啊，现在要承受任何一个啊痛苦、快乐，都是一个人啊，全都是自己承担，嗯，所以要自己修行，啊，要自己修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经常说的这个自强，嗯，自立啊，就不要靠其他人的意思了。 啊、嗯，这里面没有一个靠得住的东西，没有一个靠住的东西，所以要自己要啊，要要坚强一点。那、啊、怎么样坚强呢？是不是有更多的钱就坚强？呃、啊，不是啊，钱在有些关键的时候呢，钱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啊。地位、名声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他们自身都靠不住的，更不要说。 啊，他们来救我们，这个不可能。所以唯一的就是，刚才我们不是前面已经不是确定了吗？啊，这个这个世界的啊，这个世界的好和不好的判断者啊，就是内心啊，痛苦快乐的感受者就是内心啊，啊，这个完美和不完美的创造者就是内心。所以，我们把内心要要这个。 要这个要坚强，嗯、通过修心坚强，他坚强了，一切都坚强了啊。内心坚强了以后呢，一切都坚强了。没有钱无所谓了啊，没有地位根本就没关系啊，没有名声就更没更更更无所谓了。嗯，可以坚强啊。就像成佛就不说了，阿罗汉也是啊，阿罗汉。 他需要名声吗？他不需要。他需要地位呢？他不需要。啊，他一个人多自由自在呀、啊！啊，这个世界的这个痛苦、快乐，对他没有关系啊，对他没有影响。菩萨就更不用说了啊，但是呢，他可以度化更多的众生。嗯。 这样子的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存在的话，才能够度化众生啊！我们现在自身都不行了啊，度众生就更难了。嗯，所以修心多重要啊！对我们来说，嗯，修心太重要了。我们认为挣钱很重要啊，当然了，我们就不排除这个，不排除这个金钱啊。嗯，是，说实话，没有钱的话。 就现在这样子的社会当中呢，就是可以说这个没有办法生存嗯，但是呢，也不是钱，就是也不能，也不是说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啊，啊，就只能说啊，它给我们解决一些，呃，一些这个生存的这些一些一些一些问题，生存、呃，如果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嗯，只能这样做啊，除了这个、这个以外，它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有钱的人啊，精神嗯，很啊，这个很很脆弱的，嗯，就是有地位的人的精神也是很脆弱的，嗯、一旦离开了这个位置以后呢，啊，看看这个有些啊，有些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高官退休下来了以后呢，就什么样子呢？半年当中，一年当中。 整个人的气色都变了、嗯，变了，就根本就没办法过不下去啊？为什么呢？就离开了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权利啊，没有权利了，啊，然后就是心里很难受啊，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精神内心很脆弱，内心很脆弱啊。原来就是一直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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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作为他的精神的支柱，哦、嗯，那现在没有这东西了，以后呢？啊，就人的气色都变了，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内心很内心很脆弱啊，金钱都是这样子啊。那么真正的修行人，嗯，他就不是这样子了，嗯，他关到监狱里面都无所谓了啊，就是内心很坚强，嗯，内心很坚强。 内心是这个主宰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统治者啊！他一坚强了以后呢，其他都无所谓了啊！他坚强到最巅峰就是成佛了啊！不受任何这个贪嗔痴烦恼的影响啊！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这个成佛了啊！我们经常讲要提升自己啊，就提升什么呢？就是提升内心要坚强。 啊，内心、嗯、坚强。内心坚强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又不怕因果啊，又不怕前事后事，什么都不怕，啊，天不怕地不怕，这个是不是坚强呢？这根本不是坚强了啊，这根本不叫坚强。嗯，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这这个坚坚强是什么，不要这个不要弄错了啊，这个弄错了的话，这个麻烦就可大了啊。 而这是叫做这个，今生要坚强，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啊，来去现在啊都是没有一个人来帮助的，啊，都是表面现象啊，实际上最关键的问题都是要自己承受的，自己要承担的，啊，这些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子吗？都是这样子啊，连我们最亲最亲的父母啊都没有办法，那、啊。 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一些某种事情，啊，内心当中非常非常痛苦啊，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啊，饭都不想吃了，失眠了啊，非常痛苦的时候呢，那父母是啊最亲的，但是呢，他一点都没有办法承担呢、啊，这个痛苦的万分之一都没有办法分给他，他也没有办法承担，只有我们自己啊，只有我们自己。 这个承担啊，痛苦是这样子，嗯，幸福也是这样子，嗯，幸福也是这样子，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幸福啊，这刚刚不是说了吗？没有办法带来幸福啊，我自己满足了的话，别人再怎么样我很幸福了啊，根本不需要什么人来带来幸福，嗯。 我自己如果没有这种满足感、满意的话，那别人再怎么样对我们好啊，给了再多，就这再多的钱啊，再多再高的这个位置，嗯，就不幸福了啊。外人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幸福，所以这些一切都是心啊，心在创造。嗯咳咳，心要坚强，内心要坚强一点啊。内心坚强就是要修行。 啊，正悟空心是彻底的坚强了。啊，正悟空心就是真正的坚强。内心要坚强的话，要彻底的坚强；坚强的话，要彻底的明白它是不存在的。嗯，那它不存在了，什么东西坚强呢？它不存在，知道它不存在就坚强了。<coughs> 呃，这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啊。 过去讲的这个，过去也不是没有讲啊，这些东西有讲，像《回灯之光》这样子的书里面，你们会会去找的话，也找到很多类似的。嗯，咳咳但是呢，这次啊，因为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书、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书呢，买彭门摩羯是列为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桥诀里面的一部分。嗯，但是我想这个里面没有太多的大圆满啊。 就有一些，有一些，有有几句话是大圆满，但这个我不让它变成大圆满就可以了。嗯，其实这是很重要。这个除了大圆满以外啊，修中观的时候也是很重要。这个窍诀是非常重要的。嗯，一个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窍诀的话，那我们学了五部大论了、啊，学的太多太多，但是这些都很分散，嗯、呃，太分散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啊。呃 怎么样去集中起来啊？这个运用，嗯，所以需要这个啊，需要这样子的手法，这咳咳很重要。这个时候呢，啊，呃，我们这时候这个啊，证悟了这空性的时候呢，这个呃、啊，就感觉到与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世界啊，但是呢，有一些。 如幻入梦的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不存在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就出现了啊，不存在的东西也在我们的眼里就出现了，这个叫做幻觉啊。然后我们的第六意识非常愚蠢啊，他不知道这个是不存在的东西，他凡是他看到的东西都他认为是存在了啊啊。啊 凡是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他看到的所有东西，他根本就不去进行思维啊，他全盘接受，他认为这都是存在的，都是啊，都是真实的，啊、嗯、啊，就是真正就是这个第六意识他惹的祸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这么痛苦啊、嗯，如果他要聪明一点，嗯，他看到的东西他去分析一下的话，那就。 我们就不会是今天这么愚蠢了，嗯，他他太愚蠢了，他所看到的东西都呃不分析，他都不分析了，以后就导致这个咳咳，嗯，这是这个因元和合嘛、啊，这个时候呢，因元和合知道了以后，证悟了以后呢，啊，这个就是像空中的这个彩虹一样，嗯，彩虹在空中。 嗯，眼睛可以看，嗯、呃，眼睛可以看，但是不要去追它，啊，这个彩虹追不到，嗯，然后呢，手不要去摸它，啊，手没有办法接住它的，嗯，只要眼睛看，啊，这是眼睛可以看的，嗯，同样的啊，一切万事万物姻缘显现，姻缘合合的时候，就在这这个空中，啊，宇宙，啊。 这个银河系、太阳系、地球，我们的这个世界啊，全都在这个空中哦，就显现,现了啊，全都在空中。嗯，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这个幻觉，呃，不存在的幻觉。它实际上啊，也没有一个来处和去处。我们可以。 啊，在这个实俗地当中，就会说啊，地球有四十多年的这个历史了，等等等等，可以说，但是实际上这是在做梦啊，在说梦话啊，实际上这些都是没有来处、没有去处的。哦、啊，这个就是啊，然后呢啊，这个一切的现香啊，直塔长啊，短啊。 还有这个去舍等等的所有东西，是从无始以来啊，就是涅槃的；从无始以来就是不存在的意思啊，从无始以来就不存在东但是我们一直都啊，对这些有执着，我们不不懂啊，不懂只是这个幻象，其实都是这个是我们的心创造的一个这个幻想。 嗯，嗯、呃，因为众生啊还不不明白，包括我们自己不明白，所以啊啊、呃，实际上不存在。但是呢，这个实际上的不存在啊，跟我们一点作用都没有。啊，一点作用，我们的内心心的本性是光明如来藏，嗯，但是它对我们啊一点作用没有，不起任何作用了。 我们还是反腐，还是多地狱啊，还是受苦啊啊，多、啊、地狱受苦，那还要怎么样呢？这个十如来藏一点不起作用啊。同样的，这个世界就是不存在虚幻的，但是呢，我们不认不没有真悟之前呢，这个不虚幻就是存在的啊，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实在了啊，很实在，很真实啊。 这个虚幻空性对我们一点作用都没有，还是很正常，就像梦做梦的时候一样啊。所以众生都这个轮回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呃。这一章就讲这个，第一个是啊、呃、这一章就讲这个心是世界的毁灭之。然后呢，他首先要知道心是从无始以来是这个空性啊，然后呢再讲这个。